怪你。好久不见的周建英。两只一排，三只一排。这里不是嘉义哦，这里是台中。我这他的，他先拿起来，这边一家。一家现在八杀，一家八杀了。八啦。老蛋的，搞一百张给我。好价气的吗？两百。这么贼？哎。不要。你要不再等会儿来还上光站还超呀，我告诉你对啊，我知道他那边要准备要收了哈。我等一下下午可能比较晚到新沙港，这边一定要播到晚。好，他把鲑鱼卖一卖，鲑鱼卖一卖，后面。我要买三条啊。七十啊。一二三四五，两百啊，两百啊，你看我看大小是啊，两百啊，你给三百啊，你给哪个？给那个后面那个呀、啊，你给他三百啊，还不行包呀、啊？人家要卖两百，就要听清楚。我连干嘛用料？要调清楚，连干无连干嘛用料？好了。你们多久来这里一次？这里，他们一个礼拜来这一五市场是一个礼拜只有一次啊。每个礼拜五吗？对啊，每个礼拜五啊。哦，是啊、哦，真的、哦，我第一次看到。对啊，我也是。他这今天是第三个礼拜。因为今天刚好放假，所以今天来逛。哎、欸，我之前来逛没看到啊。这是第三个礼拜。哦，第三个礼拜。因为平常日是上班，你们没办法过来。哦，对了。因为他礼拜三跟礼拜六在东兴市场，在五权路跟中兴路交叉口、那個。东兴知道。礼拜三跟礼拜六，啊，这里是礼拜五。哦，以前没有了，看过第一次看很新鲜。等我一下，等我。老板。送我便宜吧。哎呀，花枝要不要买了？一百块就不卖我了。它有分大小。那老拖鬼，我不，那拖鬼不拖。
按那边津贴应该也不错吧？帮我按到800个赞哦，帮我按到800个，快点！我这边我可能我觉得还要大概一下下时间。今天大家都不错，嗯，很好。每一个都有五张，没有一个，没有，每一个都有，每一个都有。啊，都买到了。我先问我还有什么？嗯，这还有。哇哦！羡慕。还有什么？虾子哦，应该是没有了。虾子还有吗？还有哎，这是白虾，还有多一虾，应该是，对，最后一箱。他每次丢跟丢丢妹那个一样吗？丢丢妹那个不一样，丢丢妹他们那个是直接拉货柜进来卖的。不一样，他们在脸书那个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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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一个，来，哇，起码帮我打白虾加二，我要1500组，一起丢丢面。等等，安娜，你今晚我阿双花了的呀，对不？啊，你要当小助小帮手了的呀哈。猪肋排，那是第二个。第五市场这里是大明街，就是忠孝国小的后门呐，哈，忠孝国小的后门。大。Hello， 文采英哦，不是大理哦，不是大理，大理那是大明路，大理那个是大明路，这也是在三明路这边，在三明路这边。你有买到吗？对，是三明路的忠孝国小后面，三明路的忠孝国小后面。在忠孝国小的后面，这样懂吗？你不是住附近？不要跑到大明路哦，大明路那边没有。对啊，你家附近，可是今天太晚了，你下礼拜再来吧。你阿公安挂在，门煞吧？好。门狗吧？你阿公话你爱跨出来啊？过来啊！来啊！老板你话，认爸了呵啊！来多吓你！哈哈哈哈哈！来，我去考你吧。哎。
这么大盘，你敢来姑姑我？你家不够吗？对啊，哦，分到，我爸，这上大盘啊，我爸，看到大家都坐了哦，这真正上大盘啊。姑姑你在吗？赶快在线上骂，快点！无呢，医生有讲伊就无用嘞。伊今日爱做代志。对啊。这个虾仁比较黑，因为它是炒虾仁啊，炒黑鳞比较贵哦，那不是白虾仁。今天有白虾仁、大炒虾仁跟小炒虾仁，这是小的炒虾仁。炒黑鳞是比较贵的哈，炒黑鳞。是的。对耶，是啊，对，还是这，这 OK。OK。这黑鳞无好看。这偌济？你讲啊。你刚才卖200对吧？才200嘛，对不对？200。这200，才200。一样的呀，这两个都一样的。对，两个都是 OK。黑格鲷鱼类的，真鲷哦。拜拜没有，乌日那一场是24多，2400多。他有在乌日拍卖。没有啊，给我那时候人家在炒我。是吧？增加200呀，200。会啊。啊，差不多。完了，再50包，超过50包。超到50，100元。嗯。一包5斤啊，现在500元，400，300。100块了，你可以卖一半给隔壁的啊，你跟他说250啊，剩下就不用钱了。我卖鱼啊，这才卖完了，什么卖完了？剩300，我卖鱼啊，这才卖哦，200块了。有卖鱼啊，这才卖哦，不卖鱼啊，卖不了。你们可以哈，跟你们讲怎么样？你买回去，然后一半卖给邻居，然后卖一样的价钱，你定剩下一半就不用钱了。哎，你要这个吗？
你敢知哦？两百块。他娘是了爱。哦。你什么时候还会再见？礼拜五。礼拜五。对，就下礼拜五了。这边啊，这边是礼拜五。礼拜五。这边固定礼拜五。看一下几点？十一点十分，我看一下，我要做十二。时间几点？十一点了没？十一点十分。现在。有没有？几行拢无村啊？有啦，今麦台北腔，你想要咩台北腔？台北腔。我唔知想要咩台北腔。台北。还有个你直播，你也知？内底人讲的啊，啊无人哪看会着？那你我比较早熟的。你该拼的啦。OK， 就剩这些啦。来，剩这些啊，来哦，来哦，出小麦，小朋友，来哦，来哦，来看鱼啊，来哦，鲑鱼一包五百，一包五百，来哦。黑林，黑林，一包两百就好。一包两百。OK， 回抢，回抢，进来哦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手一到这前头。你不是买黑林？对啊，阿妈。啊，问你，你唔举手，你出。我今个袂去买钱。好，我唔买。啊，你唔买啦？我要有噶。无，我出只尔，佫要啥？无鱼啊！你。好啦好啦，谢谢谢谢。如果你白抢，要抬灯也得吃啦。哈哈哈！趁杀时间，趁还有时间。哇 ！Hello， 这一天你好。Hi everyone, the ball, Xin Hong and the team. I just found this on another channel. It's almost over. It's done. Yeah. Thank you, Zeki. 人家包去，人家买了，他买。你包的啊？你倒的呢？你差不多半包，要不然。你敢知哦？你咧满起来，你一盘还卖400-500的。这啊，这山这嘛较细条啊，这春节拢无啊，这种细条，人捡出的啊，这三条能百了啦，对不对啊？对啊。话说挂包吃完，对，挂包我吃完了。这点就开始了。龙王完售，龙王卖完了。哇，神婆。喂，你讲个喂，讲个嘛？你讲个什么？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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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大家走完了，耶耶耶！噔噔噔噔噔噔。台湾没有鲑鱼。哦，对了。啊。三百五没有办法。哎，三个会不会无啊？三个会不会无啊？什么啊？吹他娘，三个会不会无啊？坏嘞，头家伫遐出价，哎，只要你出价就无便宜，还要三个。我才刚买四百，就花了350在油锅。大概就这样了哈，大家都休息了。那你们看一下哦，就这样子，就这样子，剩一个，跟那哇，这个比这修高啊吧，那这个切的又够厚的。好，今天来，好，下贵了。把辣姐，今天嘛，现在大概2000，刚才有到2300啦。多几万？没有，误入2400，今天2300。东兴多少？东兴大概2200，东兴大概2200，不过要看，要跟有没有放假有关系。有放假的话，有放假会比较多人。399就买袂，搁350。你等下等下，等我卖袂，我等下吼，拄好无人要卖，我等掉就你再来买，是这样。好了啦。
我跟你们讲，我准备要收了，倒数还是第二次倒数？你过来这边倒数啦。过来倒数。嗯，来，我们准备倒数了哈，来，五、四，再慢一点，三、二、一，拜拜 ，See you tomorrow。他在播巴拉吉哦，巴拉吉 ，OK， 关，你们跳过去吧。